老大，你来了。老大，谢老大。谢老大。哦，对了，那个沈哲出去约会了，队长也在外面没回来呢。对。嗯，知道了。老大怎么感觉心情不太好？瞎说，咱们老大什么时候看起来心情好过？好像也是啊，不过也不一定哈。 你看他对大嫂就很和善嘛。是，有日子没看过大嫂了啊。不会是闹矛盾了吧？哎，去网易云音乐上看一下刘小鱼的动态不就知道了吗？对，快看一下大嫂有没有发新动态。大嫂好像也没更新什么内容嘛。我看看。 队长，哎，队长，胡白，队长，胡白，胡白，不是，这哥们什么情况？不知道，刚才老大也回来了。老大也回来了，进他房间就没出来过。哇，他俩不会打起来吧？我也觉得这气氛怪怪的，这大过年的，一个个戾气这么重。去看看。我可不敢。 要去你去，我更不敢。俩怂包，那你去，你去啊。我吃面吧，我。哎哎，你，这味道不错啊，回去给我泡一泡。你喜欢吃啊？嗯，自己买去。我没钱。没钱还出去约会？谁出去约会了？再来一个。 吴白，我希望你清楚，爱情它是王浩的女朋友，无论我们几个之间有什么恩怨，王浩他永远都是我的兄弟。那我就不是吧？我胃不舒服，先回去。 吴白，队长，吴白，队长，你去哪儿啊？吴白，无聊，跟上他。交给我了。爸比，你要去哪儿？带上我。 你回来了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你不说是年三十再回来吗？啊，哎，吃饭了没有？告诉我，外公给你做好的。你说你哥哥韩商言昨天晚上回来露面，哎，今天早上我起来他又不见了。干嘛？你不舒服啊？胃疼。胃疼？哎呀，胃疼可不得了啊！我得给你烧止疼药去。 不不不不，还是给你哥哥韩商言打个电话，让他开车送你到医院。外公，不用麻烦了，我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啊，这行不行？行。无聊求爸爸，这是什么玩意儿？我是无聊，求爸爸，求爸爸。
这奇怪，这家里连止疼药都没有呢，这那么晚了，这寒山岩又不跑到哪儿去了？不行，得打电话给寒山岩。我电话呢？正在给韩商言打电话。大半夜的，谁啊？是我，你爷爷。啊，爷爷，你怎么拿陌生号码给我打电话？为什么可以啊？我是吩咐这小白他这个用铁皮做的这个人打给你的。哎，不要跟我废话，小白他现在胃疼啊，你赶紧回来送他到医院去检查呀。把电话给挂了。挂断电话。这对着我电话本来是放在哪儿去了？正在搜索中。定位成功，在枕头下面。枕头下？真的在这里啊。哎呀，你这个铁皮做的家伙还真神了啊。喂，韩尚宇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在路上，爷爷，一会儿就到。哎呀，我找到你医胃病的方子了，你赶紧回来帮我熬上啊！您从哪儿弄的老方子呀？管不管用啊？熬起来那么折腾，不就是胃疼吗？吃点药，费那么大劲儿干嘛？你懂什么你？这个方子是我一个老哥们，人家干了50年的中医，他给我的。你等啊，你别收信啊！真是的。啊，你听着啊，一般的是火气上升，外感风湿，不，这是指牙疼的。啊，有了，这个缺氧、出血、肿瘤，不，这指头疼的。啊，有了，找到了。啊，一般的这忧思恼怒啊，情志不随，搞到这个胃气失和啊，吃完之后呢，就会降火啊，又可以解郁，是治胃疼的。哎呀。好，您说什么都是对的。对的，您赶紧回来帮我熬上啊！什么？这都几点了？我熬。你怎么说话的？那个是你弟弟呀！哎，这怎么你一点人情味都没有？这是白养你这么大了！不行，这气得我，哎呀，气得我头疼啊！哎呀，哎呦，行了，您别头疼了，我知道了，在路上了啊！我头疼啊，我都。我还没跟谁道过歉。想等我的道歉肯定没戏，但看在你是我亲弟的份上，药我给你拿来了，台阶给你了，自己下。这小子不敢不理我，肯定睡着了。干嘛呀？爷爷逼我给你熬的中药，你哥我可是熬了一晚上了，喝了。不喝。爱喝不喝，放这儿了。